韩老师，哎，咱们也别画太复杂的。好的，那我们来最先画一个太阳吧，那是非常简单。这太简单了。哎，这怎么画说？你们想想画蛋，你看似容易，那不好画。这样吧，您就教秦伟画两样水果吧。好，先画个香蕉，行不行？画个最简单了，香蕉他一会儿做不出来。香蕉还不行。香蕉对他来说复杂一点，我叫他画个苹果吧，画一个苹果，好不好？我还不一定真有这天赋是吧？我们画个苹果或者梨，大家看一下，来加个梨吧，最简单的。你看画个椭圆形。老师来吧。韩老师，这是梨啊，您这画的是跟个小鹅蛋似的。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嗯，嘿，像不像三分样？秦伟还是有点那个。秦伟，你，秦总，你往那上面弄点沙子。你应该在沙子里画呀。不懂了吧？这个秦伟画的这个是在阳光的照射下，你知道吗？有一种这个穿透感。秦伟画的是个萝卜，这是萝卜，你看，可以这样子撒，轻轻撒上去。你告诉我，你见过哪个水果上面这梗是这样的？四平八稳的，你这是方便第一，你这是后加的吧？我这个手漏沙的这个比老师漏得多。先让老师，先让韩老师点评一下，能我们这个学员秦伟同学画的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老师还是可以的了，人家最起码那个圆还能够画得比较好。行，还是那个椭圆的，你看比较圆。给打个分吧，100分满分，60分及格。59吧。59，不及格的。59，这个再画细一点就好了，因为那个梨嘛，它前面下面稍微大，上面稍微尖一点点圆的，然后呢，把这个凹下去一点点，它这个小凹槽，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再弄一点啊，对，捏的这样会细，能体现出它的那个来。我这儿再画上葡萄，不是水果吗？我们多画点水果。您那是葡萄是吧？对，一个小圆点。哎，秦伟这画的啊，你看，你看这样开始创作了已经。老师，你看这样，这是一个被啃烂的苹果，上面是个害虫。哦，我明白了，秦伟是想这点，通过点的方式是吧？创新了。老师是先点黑的，他是先。但是秦伟他这个点完以后，我感觉有点像曲奇小饼干，就像一个莲蓬，就莲花结出那个莲子的那个莲蓬。哎，对，创作一下吧，咱别画葡萄了。我觉得你到这就行了，秦伟，真的。画一个那个小。你感谢郭兰啊，给你一个提示，真的。哎，对，加一半。哎，我觉得秦总的那个天赋挺好，他前面模仿，后面就创作了。秦伟，差不多得了。像有点像莲蓬，真的是，真的有点像莲蓬。其实我们沙画艺术呢，真的不一定是非要把它画的，我们要的是一种意境。有时候我随意的一拨弄，一个山可能就出来了，一个树就出来了。我会将就它的这个形状而去做一些变化，配合它。我们不要刻意的去为画一个什么东西，而且那就太死板了。就我上来的感觉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释放压力的东西，就是比较解压。有可能你是任意创作，但是有可能出来这个东西是一个无心插柳。对，就像我刚才瞎画这个东西一样，还是挺解压的。谢谢。您会不会有灵感枯竭的时候？有。那遇到灵感枯竭的时候，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找寻灵感？其实每个对于创作的人说，突破这个瓶颈是最难的一个瓶颈期。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个时候，让我可能就更多时候我是会放下来，暂时的不会去创作，我会放松休息一下。我比如说我会找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剧情电视剧情，或者一些综艺的节目，也会里面有些比如有一些设计舞蹈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东西，包括一句为什么要看这些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通过一些剧里面看到一些他给我一些启发。有时候我是表演的，有时候我是艺术设计的。比如说我以前在设计一个作品当中，前面是一个将军的眼睛，第二画面我就把将军眼睛改成了直接切换的下口，把将军眼睛换成了一个变成一个马的眼睛。刚才提到了好多关于灵感的事儿啊，然后我就想问一个衍生的问题：沙画有著作权这个事儿吗？就比方说你创作了一套一些镜头吧，对吧？那大家都非常喜欢，那会不会被别人模仿？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申请著作权之类的呢？其实我觉得艺术的话，你画的这幅画别人也可以画，很多绘画其实它都是有参考和临摹的，在网上
就算他能够拿来并模仿画出来，我觉得他也是一种本事。我个人认为他不存在，除非他直接把你的图拿来用了，属于这个侵权行为。对，就像磊哥临摹了一个蒙娜丽莎，可能出来以后是个如花。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今天有一个技术叫数字版权技术，可以把您创作过程中的手法以及画的流程可以录影下来做数字版权认证。这个对我们手艺型的这个创作者来讲的话，一定是接下来的一个福音。感谢九老师。其实今天在这之前还不太知道，但今天听了那个徐伟老师和韩老师的这个建议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今天我们的这位工作高手韩老师展示的是沙画，当然普通人要想达到韩老师这样的高度还需要很多的时间，付出很多的努力，但是享受我们融入进去的过程，听觉、触觉、视觉都得到了享受，这种创新也是我们非常值得推崇的。也衷心的希望您今后能够让更多人领略您的这种沙画表演的魅力，也能让更多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能够在沙画创作和表演当中找寻到久违的快乐。谢谢，感谢您来到非你莫属。谢谢您，再见。谢谢各位老师，谢谢。